旺财，杀猪了，杀猪了啊！杀猪了啊！现在我们今天又要给大家送上好戏了啊！很多人都跟我留言，为什么最近没有拍湘北第一刀了啊？今天我们来了啊！我们接下来带大家看好戏啊！不是，等我冲子管上走。这个是我们的师傅啊，师傅前几天接了一个广告，就是穿的这件衣服啊，几十万。我们接下来的话，稍后带大家看好戏啊。这个师傅杀猪有49种刀法，每一种刀法都是特别经典的啊。最贵的一刀888元啊。今天这里杀猪正好我们遇上的这一刀啊，等一下我们带大家看啊。在我们农村杀猪有这么一种说法，就是都是讲究这种血财。这个师傅杀猪啊，就有这么一个特点，比如说你今年家里杀的猪是200斤，可能明年就是400斤。他杀猪血财特别好，而且在我们这个周围啊，基本上80%的猪啊都是这个师傅杀的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现场啊，就是杀一头猪啊，周围来了多少人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专门到这里来看他杀猪来的啊。等一下我们带大家看啊，大家看一下这个老乡家里养的这一头猪啊，这是从去年11月份养到现在的一头猪，今天是十二月多少号？今天十号，今天是12月10号，养了一年多，300斤的毛重都没有，看到没有？特别特别小啊！等一下，我们就带大家看一下师傅这一刀888的满堂红啊！好了，今天我们哑巴哥哥也专门到这里来了啊。好了，现在这样不跟他儿对的。今天哑巴哥哥也过来了啊！哎，蒙见哦。